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有一篇人物传记同其他篇都不一样。在这篇传记当中，司马迁将两人写入一传，他一边叙事，一边还将自己悲愤和不平的情绪抒发在文字上，对这两个人物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这合传当中的一人就是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因感伤国破人亡而投江殉国，而传中的另一人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贾谊。贾谊，汉初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贾谊的作品主要有散文和词赋两类，其中散文如《论机注疏》《陈政释疏》《过秦论》等，对当朝和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词赋以《吊屈原赋》和《浮鸟赋》最为著名。贾谊，西汉洛阳人，他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贾谊跟着荀况的弟子张苍学习《春秋左传》，后来还做过《春秋左传》的注释。在贾谊18岁那一年，他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宫是原来秦朝名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宫发现贾谊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才，便把他召到了自己的门下，对他非常器重。时隔不久，汉文帝就开始重用吴宫。吴宫借着自己在官场得意，多次向汉文帝举荐贾谊。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贤明之君，从谏如流，不久就把贾谊也调到了中央政府，给了他一个博士的官当。当时的贾谊才21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从这时开始，贾谊就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贾谊的散文作品大多数都是政论文，可以说他在其位谋其职，因为在汉代，博士是一种专供皇帝咨询的官职。虽然21岁的贾谊在当时是所有博士当中年龄最小的，但他的表现却非常的出众。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来议论的时候，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而贾谊却经常是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他多次通过上书文章向皇上献策，其中许多都被汉文帝所采纳了。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内就把他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也就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专门议论政事的官员。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政事的书奏，为数不多，但成就是巨大的。贾谊的散文经世致用，写的几乎都是对国家的建议，最突出特点就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气势。他笔下的文章说服力和感染力兼备，虽然讨论的是实际的政治问题，可他并不是用冷静客观的笔调来论证，而是试图用主观的情感去打动人，使人能感受到一个政治家的饱满的热情。文帝对贾谊的才能十分赏识，在文帝2年，也就是公元前178年的时候，贾谊上奏了一篇著名的政论文《论机注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弃农从商的现象和不断滋长的淫耻之风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汉文帝十分高兴，命令有关部门在全国推广实施。但连汉文帝也没有想到的是，贾谊的提议遇到了重重阻碍。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一些人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没过多久，文帝就让贾谊离开了长安，去做了长沙王的太傅。然而就在贾谊被贬长沙之后，心中的不快更加激发了他想要通过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情绪的欲望。在那几年当中，他创作了多篇词赋的经典作品。贾谊自幼欣赏诗人屈原，而这二人的遭遇也颇为相似，
他们都是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却遭到谗毁而不被重用，以致发愤抒情。而贾谊的此赋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与屈原息息相通，在艺术手法上也是追步屈原的。贾谊在词赋中继承了曲赋美丑对比的表现方法，但他将屈原以幻想为特征的虚构发展为摹写事物的铺陈，显示了永不叙事的汉赋的雏形。到了长沙之后，贾谊便从自身的经历想到了遭小人暗算，最终投江以身殉国的诗人屈原。所以当他途经湘江时，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一首《吊屈原赋》。文章既表达了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也借以抒发自己的愤怒和失望。在贾谊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年，有天黄昏，他发现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自己的屋里。一直以来，猫头鹰都被当作是不祥之鸟，再加上贾谊心情抑郁，精神不佳，看到猫头鹰觉得十分感伤，就做了一篇《抚鸟赋》，对世事无常和人情冷暖感叹了一番。这两篇赋都因为感情真挚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经典作品。文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73年的时候，贾谊又被召回了长安，做了汉文帝四子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摔死，贾谊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就病逝了，年仅33岁。宋代词人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贾谊论》，他在对贾谊的怀才不遇表达惋惜的同时，也认为正是他那孤傲不群的性格让他无法得到他人的支持，以致空有抱负却难以施展，可惜了一身的才华，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悲情的人物。但是尽管贾谊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也很有限，却无法撼动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一个用泥土烧成的小人头，揭开了一个兵马俑坑背后的秘密。这兵马俑军阵究竟是什么人的陪葬品？汉墓的发现又带来了更大的谜团，这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狮子山汉墓》。